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，三角形 ABC 跟三角形 DF 全等。哦，那做这种题目的话，你最好先画个类示意图来。哦，叫 A、B、C， 啊跟什么呢？跟 D、E、F 全等。那这是对应点，这对应点，啊这对应角，哦对应角，啊这对应边，哦等等。好，那现在他说角 A 哈，这个是52度哈，角 B 78度。好，那这角 C 就是几度了？因为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嘛，这两个加起来多少？52加上78哈，这个是等于130的，哦130嘛，那所以这个应该是加起来180，这个是应该是50度了，好，这个应该是50度。那么他现在问角 D、角 E、角 F 多少？角 D 的对应角是角 A 嘛，所以这是52度的。好，那角 B 的对应角是角 E 嘛，所以这个是78度。那角 F 呢，它的对应角50度嘛，所以这是50度的。哦，这个是52度嘛，这78度，这50度的。